好，现在我记录些东西哈，现在是2019年11月7号，这个是2015年的520是不对啊，宝马现在里数是36000公里，现在出现有一个故障啊，注册刹车系统故障啊，看见吗？然后有个黄的发电灯啊，完了你走的时候是不是卡住这个这感觉？有一点好像。完了打个宝马他们怎么说？他说没事啊。没事。你正常开啊，慢慢开回家。不可以，因为他有个电子手机呢，他卡住那个碟。因为你注册的时候他也有赖这个嘛。完了你现在放不开，你忙着又开，就是把这个刹车碟就。一直拉住，就是拉破了，看见吗？现在我强调好吗？36000公里，黄色，看见吗？